好，来，我们做一下简单的练习。请问你铜的原子量 63.5， 请问你两摩尔铜有多少个原子，质量有多少公克？已经告诉我摩尔了，就很容易知道有多少个，因为摩尔就是算个嘛，对不对？摩尔就是算个，一摩尔是6×10^23。不会的人就拿小瓢虫，你要我算多少个？怎么算？就是摩尔乘以6×10^23，会的人就会了 ，OK， 所以就乘就好了。一摩尔6×10^23，两摩尔就乘二，三摩尔就乘三嘛，就乘，所以1.2×10^24。好，第一个是解决。再来问我质量，两摩尔的质量，就是摩尔跟质量有关系吗？有啊，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就是摩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摩尔的质量就是原子量或分子量。那我们就看到一摩尔就是63.5克，有那两摩尔呢，就乘二嘛。想就知道了，不会的人就拿起小瓢虫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求的是质量，那就是摩尔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，OK， 那就乘完就好了，127克，很简单，摩尔的简单基本应用，无人有问题吧？没，换你。一题题来，先告诉我摩尔，再告诉我几个。他说原子量63.5，6.35克是几摩尔？这个公式直接带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多少个？而克求个没有公式哦，可是要有个桥梁啊，记得吗？有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嘛 ？OK， 可是摩尔跟克是有公式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停车站借问，吉莫尔，吉莫尔，找一位大帅哥，帅哥有吗？帅哥，三十，起立。不要问他，他都不做。多少？多少？你那个答案，吉莫尔，你念了一串，对不对？你刚念了一串答案就好了。比如说乙末啊，还是十末啊，还是九末、六末啊，还是6×10^23啊？好，请坐。摩尔就是原一摩尔质量的原子量分子量，所以公式叫做质量除以原子量分子量等于摩尔。你现在要我求的是多少摩尔？把摩尔遮住，就是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然后呢，所以就0.1摩尔。那有几个？几个？找一个可爱小女生，五不？五，十三。贵班没有十三了，那么就1，1号，好大哦，好大，还好，多少？6×10^22，请坐，6×10^22。如果你有0.1摩尔，摩尔就会求几个了？如果你不是从0.1摩尔算，从头算的。6.35克就是要找谁？找摩尔当作桥梁，两个算出来的摩尔会一样，一个是用多少克算出来的摩尔，一个是多少个算出来的摩尔，两个要相等，所以6×10^22，OK 吗 ？OK。下一题，0.5摩尔的水有几克？还有多少个氢原子？第二小题要注意一个问题。第二小题要注意一个问题。我给的是水的质量，你算出来的是水的摩尔数，你可以求的是水有几个？不要问水吗？他是问氢原子，那就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一个水有几个氢原子？一个水有几个氢原子？如果一个水有4个氢原子，那你算出来是100个，那确实几个？400，你懂我意思吗 ？OK， 所以第二小题要注意一个问题：
我问的是氢原子有几个，我给的是水，所以你算出来是水的摩尔数、水的个数。可是我要的是谁的摩尔个数？氢原子的个数。所以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一个水有几个氢原子？好，第一个问题，0.5 摩尔水几克？这也是很简单的摩尔计算，对不对？啊，有质量有摩尔，简单小计算。可爱大帅哥，帅哥男，珊珊，珊珊，起立啊！要挥手干嘛？答案，给你五秒钟想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放弃，请坐。一摩尔的物质的质量是原子量或分子量，那你要知道水的分子量啊。水分量多少？水分量多少？水刚有算过啊，十倍啊，十八。所以你现在要我求谁？求质量吧，把质量要求质量，把质量遮住。摩尔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所以九克。下一个几个氢原子？你有0.5摩尔的水，你可以知道0.5摩尔水水有几个。可是我要的是谁？氢原子有几个？我要追嘞，可爱小女生，可爱小女生，害羞内向，喜欢大自然的一号。来，我们放霹雳舞啊！霹雳舞啊！你的答案太丑了，口罩遮住了一样丑。你鼻孔不要讲话，多少？你眼中不会哦，不会好吧？我继续的，我继续的被你们刺激伤害中。一摩尔的水有两个氢原子。现在呢，那一摩尔是6×10^32，你有两个做法，第一个只用0.5摩尔水有几摩尔的氢原子，第二个做法0.5摩尔水有几个水，然后再去做0.5摩尔水有这么多个水分子，对啊，个数就是摩尔乘以6×10^32嘛，你要我求的是个数嘛，就是摩尔乘以6×10^32有这么多个，氢要几倍？两倍嘛，两倍，所以算出来6×10^23。这就是简单的练习一下摩尔的公式，质量怎么变成摩尔，摩尔怎么变成质量，然后多少个怎么变成摩尔，多少摩尔怎么变成多少个，然后给我几功课，如何求几个，给我几个去求几功课，让各位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，OK。